两个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给他们俩掌声，因为他们已经唱第三遍了，着急了，给走了。对，还有一组呢，来看张艺天、张馨予组合。我乐呀啊，乐坏了啊！从尾巴这里拉住了，好心的好啊！我笑呵呵地搂住了媳妇儿你的腰啊，师弟搂她。我这把大钥匙交给你管道啊，好好啊，注意点。我想吃啥呀？大能给你买。我想穿啥呀？你麻溜对我笑吧。体验了一下二人转，很难吗？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尝试觉得很有趣，对，还要再试一试吗？那下次。还有这么多人，控制好不好？你是职业的啊？好吧，有点职业精神啊。对。那么二人转的环节体验完毕，我们需要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其中表。